Hello， 优家画报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X Phone 罗一舟。还行，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第一步做好这个肌肤的清洁，因为工作和拍摄的关系嘛，平时这个带妆比较频繁，时间也会很长，每天练舞的时候会容易出汗，所以如果清洁不足或者清洁过度都会引起肌肤的困扰，肌肤的清洁的产品一定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妮维雅的专研氨基酸洁面系列真的比较能够刷新和突破我对于洁面产品的这个概念认知。有时候熬夜工作其实是很难避免的一个情况，那我会选择尽可能的会精简护肤的步骤，但是面部清洁一定要做到位，我还是会比较认真的去完成洁面的这个流程。然后还有这个我的化妆老师教我的，只要是上了妆，这个洁面一定是要洗两遍脸，就严格的做到这一点就好。首先我觉得如果说感受到自己压力有点大的时候，对我的思想，我的思维呢，就是那尽量就让自己压力不要那么大。另外一点就是敢于去突破你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你会发现做一件事情，往往当你更胆大的时候，你又心细，并且成功率还提升了。对于洁面的肌肤敏感问题，我交给妮维雅专研氨基酸洁面系列，让我无惧敏感，勇敢地面对镜头。其实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思考一下，我觉得呢，其实对于我来说，每一天都是不同的挑战。正是因为人生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这种不稳定性，我觉得才更值得我们去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去勇敢的向前进。所以大胆的接受所有的挑战就好。